今日最期待，今日最期待，蛋包饭，咖喱猪排蛋包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包老师，好，美食猎人 ，A.K.A. 釜城老司机啊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吃午餐。今天吃哪一家呢？吃这一家。这一家是在南区的永城路三段这边哦，蛋包饭跟牛肉面哦，大家进去吃吃看，走吧。好，我们的餐点都上来了，先带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我今天点的这个咖喱猪排蛋包饭，非常的诱人。有没有看到？脱掀一下蛋包饭的裙子，哇，赞！老板说这是花东的米。我这一点就胖走起来，老板特别推荐他们的肉燥饭哦，你知道我专门吃肉燥饭，特别推荐他们肉燥饭给我吃。所以他这个肉燥的做法是去美浓学的，特别学的哦。但你要吃看看今天特别再加点了一个他的炒牛肉，芥蓝炒牛肉哦，等一下来试试看他的口味哦。来，我们先试试看它的肉燥饭。哦，够棒的呀！哦，够棒的呀！咸香咸香的味道，非常香。嗯，它肉饭好吃，咸咸香香的。然后肉燥里面有肥肉也有瘦肉，哦，吃得到肥肉跟瘦肉两种口感。这配炒牛肉应该很好，吃一下他的炒牛肉，芥蓝炒牛肉。老板说他们的炒法是用冈山的豆瓣酱下去炒，哦，跟一般在外面那个用沙茶酱下去炒不太一样，他们是用冈山豆瓣酱。哦，咸咸带点微辣的味道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还有牛肉片，牛肉片就切够厚，咬下去那肉汁，牛肉汁整个溢出来，跟它炒的那个酱汁搭在一起，超棒，很下饭。哦，今日最期待，今日最期待，蛋包饭，咖喱猪排蛋包饭，试一块它的炸猪排。那它炸出来还蛮厚的，嗯，它猪排肉很厚实，非常厚实，然后外皮它炸得很酥，哦，今天熟熟安呢，然后它猪肉很厚实，你咬下去那个肉汁直接流出来，整个嘴里就是那个猪排肉汁的味道，然后咖喱味偏日式咖喱。哦，然后口味偏咸的那种日式咖喱，哦，总体来说，它咖喱好吃，然后搭配猪排好吃，然后现在试试看它的蛋包饭，来试试看它的咖喱蛋包饭，它这边蛋包饭啊，它蛋皮很好吃，淋上那个番茄酱，那。他这边蛋包饭是包白饭，然后再沾上咖喱酱，其实这样子组合蛮不错的，蛮厉害的。咖喱猪排酥脆的口感又非常棒，好店。嗯，金包老师现在在做台湾美食延续日更的挑战，每天我会制作一部影片，哦，介绍台湾各地的美食给大家。那如果你喜欢到处吃吃喝喝，哦，不要忘记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哦，打开小铃铛，哦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。
我要继续吃我的美食了，好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